印象台北，带你吃喝玩乐走台北。我们去繁华热闹的西门町看电影街、涂鸦墙，还有街头小吃，让你大饱口福。面线是台湾家喻户晓，大家都爱吃。文艺成品书香四溢，黑胶唱片尽显别样情怀。张雨生的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。文创园内咖啡精品琳琅满目，麻辣火锅、小笼包点，夜市美食尽显舌尖上的台北生活。甜甜的酱很香，更有北投泡汤、少帅禅院为你讲述旧时台北记忆，小镇民宿、主题酒店让你享受不一样的台北之梦。汽车旅馆应该是每一个人的首选。更有山城九份带你进入电影中的时光，敬请留意香港卫视全新打造印象台北。印象台北能够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台北。